不但如此啊，还有不老少的这个随军的家属，就是一帮子沙俄娘们儿。沙俄人生性彪悍，女的也是一样，真打起来呀，这女人们也拿枪就上。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这两天啊，咱们一直在讲清朝早期沙俄东扩在中国东北松花江沿线中国军民抵抗沙俄远征军的故事。哎，咱们科室得呀讲一个胜仗了，要不然啊，这故事讲的我呀都没心情了。这书不要麻烦啊，咱们上来就书归正传。今天要讲的呀，就是两次松花江口之战。其实昨天咱们讲的呼尔玛堡之战是两次松花江口之战之间的一个战役。那么为什么刘石我先讲了呼马尔堡之战呢？因为这两次战役啊，它不是一支军队打的，清军的领兵统帅也不是一个人。这样讲故事啊，我是想给您交代的更明白一点，听着呀也比较连贯。您看这呼马尔堡之战和松花江口之战，中国方面的指挥官啊虽然不同，但是这三次战斗啊，俄军方面的指挥官可都是一个人。谁呀？就是那个遭恨的侵略者头子斯潘杰诺夫，哎，就是那哥斯克呀。那么这中方主帅是谁呀？清军方面的主帅呀，就是新任的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沙尔虎达将军是满洲镶蓝旗瓜尔佳氏，皇太极的时候啊就屡立战功，你像什么大凌河、围锦州、三年讨明、攻下遵化，都有这沙尔虎达的功绩。不过这些事儿啊，我说着没底气，他都是跟汉人作战，我这情绪上啊，他多少啊还有点过不去呢。可是这番不一样了，打的呀是老毛子，咱们呀得好好讲讲。其实啊，自这沙尔虎达将军上任以来，就在宁古塔附近啊建立了船厂，时不时的呀就驾船巡江，遇到这个小股的流寇啊，也是时有击杀或擒获。可是啊，一直就没和这个斯捷潘诺夫的主力军碰碰，因为沙尔虎达呀心里也没底。据探子说呀，这斯捷潘诺夫手下呀有士兵500人左右。不但如此啊，还有不老少的这个随军的家属，就是一帮子沙俄娘们。沙俄人生性彪悍，女的也是一样，真打起来呀，这女人们也拿枪就上。在中俄两方面的记录里啊，倒是都没记录这些。不过呢，有一位参战的朝鲜将军的回忆录里啊，写得很清楚。这位将军啊，是朝鲜咸镜道的兵马虞侯，叫边吉。这边将军啊，在给朝鲜朝廷的奏报里是这样写的：贼船男女不满400，所持为火器耳。这编辑说呀，罗着鬼的船上啊有400多敌军，有男有女啊，都是能拿起枪来就射的主。这儿咱们是不是得插个空啊，咱们得说说这朝鲜人是怎么来的。顺治11年初，新上任的宁古塔昂邦征京沙尔虎达就准备啊对斯捷潘诺夫所率领的这群罗着鬼啊进行一次彻底的清剿。于是这老将军啊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朝廷。朝廷认为啊，对付罗刹兵光靠8旗7兵一冲一撞的横刀立马没用。为什么呀？因为这罗刹兵手里的火器啊太厉害了。说起这件事啊，还真费了些周折。我经过多方调查呀，还终于了解到了这沙俄士兵手里武器的情况。早期的沙俄侵略者用的还是用这火门枪改造的随发枪，这种随发枪啊，一会儿咱们讲到清军武器的时候再聊。可是这会儿的罗刹兵用的速射枪啊，那可真正是随发枪了。那么这随发枪到底是什么装置呢？这随发枪啊，就是枪支上的击锤击中随时，随时引燃火药，火药燃烧膨胀，推动枪子出膛的一种枪支。好去，这儿您得鼓掌啊，这句话想出来可不容易，我得尽量的把这随发枪啊给您讲的有点画面感，不是？那么说清朝军队用的枪械比它差的很多吗？哎，其实也不是太多。清朝军队用的是火门枪改的随发枪，这句话其实挺讨厌的，火绳枪就是火绳枪，随发枪就是随发枪，怎么还火门枪能改随发枪呢？这种枪啊，它也是扳机激发，
不过呀，他不是击打随时点燃火药，而是枪手一扣扳机，便把一根燃烧的火绳触到火门上，点燃火药激发枪支。威力和精确度啊，和俄国人用的枪支是一样的，但是这射速上啊就别提了，肯定比人家那随发枪啊要慢。它快到什么程度？朝鲜人的书里啊曾经这样记载过，朝鲜人啊管这种随发枪叫西炮。这书里说呀，西炮者不用火绳以石击之，而火自发。不但如此，还有一份报告能显示出当时俄军的枪支数量。最早来的沙俄远征军用的也是那种啊改装后的火门枪，可是后来从尼布楚督军发出来的配给清单上，我们就能看出就已经有了这种随发枪了。尼布楚督军费拉索夫在报告中就曾提到，卑职应安琪福尔卡等所请，命其带去俄罗斯波莱枪十支，枪用随时300块，长柄斧43把。到后来的清单中，这种枪械拨给哥斯克的就更多了。卑职复派2斤8哥斯克，增运去黄库物资，城防枪一支，配有枪托、助弹、模具等等。手持枪100支，长柄斧50把，枪用随时850块。可以看出，这种速射枪在俄国远征军军队中配发是逐年递增。所以说，这大清朝廷啊，决定不行，干脆呀，咱们请外援吧。那么，跟大清国关系好又善使鸟枪的是什么人啊？哎，朝鲜部队。在《清太宗实录》里，这皇太极就曾经说过，朝鲜之兵虽无马上之能，然不为法度，长于步战鸟枪，以之攻取城池大为有用。于是乎，我这大清国的兵部就致信给了朝鲜王朝，让他出兵东北，一同抗击沙俄侵略者。顺治皇帝的心里啊，是想一箭双雕，首先呢，我要试试你这朝鲜人对我大清是忠是不忠。其实这朝鲜人他看不起清朝人，因为这朝鲜人受到中原正朔千百年的文化熏陶了，在他们眼里啊，这女真人啊就是一群野人，之所以臣服啊，那完全就是因为打不过。所以说，自明亡以后，大清建国，朝鲜人虽然不敢明着反抗大清，但是在外交上啊，实不怎么合作，在共赴以及边事上和这大清国闹得很不愉快。朝鲜人接到这封信之后啊，一读就明白了，他们深知啊，依着清朝这个脾气，你如果置若罔闻不派兵去，这大清国呀完全就有可能先把罗刹兵放放，先打朝鲜。因为这罗刹兵啊是外来侵略，完全是为了抢夺，而你这朝鲜王朝就不一样了，你就是藩国违逆宗主国，有意谋反，我是出兵平乱。所以说呀，这朝鲜王朝上下一商量啊，派兵吧。因为这朝鲜人啊是出兵到中国来打仗，所以啊他们管这次战争叫做罗禅征伐。哎，罗禅是什么意思啊？这中国人啊管这俄罗斯人不是叫罗刹人吗？所以这朝鲜人啊管这俄罗斯人就叫罗禅人。不光如此啊，他们给这俄国人啊还起了很多的别称呢。他们听说沙俄探险队到了东北之后啊吃人，所以这朝鲜人呢给俄罗斯人起了不少的别称，什么豪车、鲁车、老叉、老枪，还有一个就是在朝鲜人嘴里最为鄙视的词叫车汉。在朝鲜的史书中啊说呀，车汉者罗禅也。朝鲜话里这罗禅就是吃人鬼的意思，相当于中国人的罗刹一词。他们管俄罗斯人叫车汉还不如罗刹呢。于是朝鲜王朝决定派大军由这个咸镜道兵马虞侯编辑带领出征黑龙江。这大军是多少人啊？大军呢就是100名鸟枪手，少官1名。这少官啊就是发令官，就是那个预备射。通司2名，就是翻译，鼓手火丁48名，再加上这统兵上将编辑，一共是152人呢。这支友军呢是雄赳赳气昂昂越过图门江，在1654年，也就是顺治11年的3月26日到达了宁古塔，与沙尔虎达将军会师。这挺大的黑龙江将军沙尔虎达手底下这会儿有多少人啊？他手底下有八旗军300人，索伦兵300人，朝鲜军100名。也就是说，这老将军啊，有300名重甲骑兵，还有300名轻骑兵和100名火枪手。清军早就探听清楚了，
这会儿斯捷潘诺夫带领着400名哥斯克，正驾着13只大船、26只小船，在松花江、黑龙江沿线抢劫。当然了，这俄国人说呀是收税呢，也不知道他们家为什么来中国收税。于是清军统帅沙尔虎达就觉得这是一次全歼这批罗刹鬼的机会，于是就在这松花江口设下了秘密的埋伏，这才要挖下深坑现虎豹，投下香饵钓金鳌。热闹回目就在明天，咱们才要松花江口大战罗刹鬼。